拜耶往生的业还用还吗？如果要还，怎么还？这个业就是大家常常做那些亏心事伤害过别人，所以怕冤家对头啊，来讨债呀，讨命呢，如果在这个世间轮回，那你欠的所有众生的这些债务关系，一定要碰面的，一定要偿还的，这是因果的法则，它自然的就会显现出来的情形，所以你吃了人家半斤肉，你就得要还八两，你杀了人家的命，你就得偿命啊，一定要还。但是净土法门有特别了，你待业。带的这些债务关系，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不需要还了。为什么呢？这里有一个道理，我们要知道，在这个轮回过程当中，实际上就是在做梦，无明大梦。我们在梦中轮回，我们在梦中造孽。我们在梦中跟一些众生有各种孽缘的债务关系。只要你在梦中，你肯定要还。现在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西方极乐世界是离开三界六道的，就等于你从梦中醒过来了。你在做梦的时候，你在梦中是一个角色，你一定在那里搅来搅去那种捏的网，你要去还。现在你从梦中醒过来了，梦中的情形对你还能产生债务关系吗？所以它就不存在还不还的问题了。那如果说你不是到极乐世界，你只是说证到了出果、二果，哎，那可能要还，因为你还有见思惑没有断尽，还有尘沙惑，还有无明惑，你从无明大梦还没醒过来，那你都要还。还的过程也是消孽障的过程，就像安世高他得道了，他还要去还2次的命债一样，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一切的孽的债务关系，由于阿弥陀佛的大愿光明和极乐世界的法性土的加毗力故，就可以离开了。不用再还了，虽然不用再还，这时候你会其实对那些债务关系的众生，你都要感谢他，你都要感他的恩，你再回到这个世间度那些跟你有债务关系的众生，这时候这个还不是业力层面的那个还，这时候你是以怜悯心来救他们的。这种菩萨行了，居士是否可以超度亡灵去住金忏？别人给钱是否可以接受？这桩事情作为居士，你得要有自知之明，先自己老实念佛，自己料理好自己，这个为好，这个金忏佛事不是居士的身份所能做的。但如果你有缘分帮人家助念做点回向超度，这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别人给钱你是不能接受的。如果你把一点念佛超度回向作为一个买卖去做，那是个因果不好，这个学佛一定要发菩提心、悲悯心，一定要离开名利，你才有功德。我有一个小疑问，有修净土法门，请问，我每天念不到2万声佛号，十斋日诵持地藏经，算不算夹杂？这个念佛的数量随分随地，时间闲暇多就多念，工作繁忙就可以少念，乃至十念法也是为那些十分忙碌的
众生施舍的，所以不在于念佛数量的多少，而在于首先建立深信切愿，就是十念往生的心态，自心信要欲生我国，这个心态。但是这种信愿具体到行为当中，还是念得越多越好，多多益善。持斋日诵地藏经，如果有因缘，对跟这部经有因缘，你去念也是可以的，这也不算夹杂。那地藏菩萨本愿经，其实也是要导归净土的，也是要称念佛号的，所以你正确理解地藏经，也是净土法门修行的一个良好的辅助。更重要的，你要把念地藏经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它也属于正修的范围，不属于杂修。不要把杂修理解得太机械、太狭隘。有大德说，净土法门是万修万人去，有人说万人里真正往生的只有三四十人，到底是哪种说法对？万修万人去是永明延寿大师在《禅净释调简》的一句话，无禅有净土，万修万人去，若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？这里面讲万，你不要具体理解为是十百千万的万，这万是指一切的意思，所有的意思，所有人具足信愿称名念佛，所有人都能往生。现在很多人首先理解这句话就有点偏颇，他就理解为一万个人，然后一万个人里面就有一两个人，或者多少多少人，你这句话都理解偏了，这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问题，他还是要谈你真正具足信愿称名，你才是往生的根本的要素。在古代是这样，在现在也是这样，未来也是这样，只要具足深信切愿称名感通佛的，都能往生。你不要很机械认为古人是一万个人修行一万人去，现代人大概一万个人里面录取的比例少一点，只有几个人或者三四十人，这些理解都有点望文生义一个是望文生义，一个是跟佛的经典的教理这个不相应，所以你这两句话理解都有偏颇，你还说哪个说法对，这不是戏论吗？